阿伯，我是警察吼，听我讲，是安怎？是人无爽快啊？你也是，我把牙齿，他们的牙齿把我拿走。哦，没有没有，他们没有拿走，在那边他等等救护车会来，我没事啊。原警顾虑其身体状况，以警车载送老翁回家，另一名原警则骑乘电动车一起护送其安全返家。